上身掉种的土豆，迄几粒几粒的花生哦，我正倒出来给大家看卖，你看哦，每一粒哦拢就饱满呢，有看到不？哇，这等好劲哦！对，你会，而且你会发现它没有脆掉，它没有分开，伊的土豆的膜啊拢搁底的，啊皮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，啊再来就爱有新鲜，爽爽，你看哎，哇，怎么这么好吃？咱要做干呢？入口即化，然后又好入味。作为人夹在头上哦，坑熊菇会有什么黄曲毒素啊？对对对，无的第二吧，花生酱我们也会很担心啊。所有的这个安全检测报告都帮大家审核过一遍，包含不含黄曲毒素，没有农药的一个残留哦，380项的一个农药成分都帮大家检验，都是通过，绝对安心，绝对安全。太厉害了！所以为什么它会得银发友善食品？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，对，大家都觉得美味了。你看那几瓜北方凉米的，顺溜溜，对吧？